进去已经陷到膝盖了，为什么要拍这个？就是因为它快失传了，我们的下一代快看不到了。不然你以为我们爱来啊？台湾得定。我纵横了行脚节目15年，我头一次听到要身为一个外景的主持人需要经过一个人的认证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我不太相信有一个人他可以赋予你行脚类主持人灵魂的，而且要经过他的关卡，要让他认证之后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主持人，怎么可能啊？听说这个人就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姑且不讨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，我先找到这个人，我来问问他到底有哪一些主持人经过他的认证。说实在的，被粉丝们认为是地表最强的男人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是为了巩固我外景主持人的地位，说什么也要夺得达人的认证，究竟他是何方神圣呢？我已经看到那个大哥了，能够在这种天气下工作，只要他能认证，我就是行脚类的主持人。大哥你好。哎，你好，阿伟你好。哎，你的，安娜，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哈，听说要接受你的认证才可以成为一个行脚类的主持人，是不是这样说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认识我们圈内多少个主持人？你讲一下，我听看麦啊。小鹿。王以鹿。哎，啊，侯昌明。侯昌明。啊，张善伟。张善伟，还有那个林医师，这铁头警官那个汪建民，汪建民 对。你都无影响啦。我这是拢在抓钱嘛，螃蟹。在这个池子里面有螃蟹。哎，按这钩钩无吼，这水钩吼，按着拢有啊。这钩钩内底有那个叫做。那个红虫跟黑虫，内底迄涂骹淤泥哦，你甲哦，遐内底是一个红糖污哦。哎，阿你认证，你内行，你内行的。哎，内行的。啊，内底毛红金。有啊。啊，你用较好的物件好食哦，这是啥？啊，甲剥起来。嗯。啊，这螃蟹好无？安尼可能是照在这里。嗯。啊，这边就照不出来。啊，这几排吼，咱这甲剥起来，对不对吼？嗯。用个2点钟来放。看起来较新，所以等落去2点钟，阮就有机会可以看到。啊，有当无啦，啊拢有较侪啦，看运气啦。捕蟹的诱饵设好，我主动向大哥下战帖。虽然我是不太相信这沟渠里会有红鲟的踪迹，不过瞧他信誓旦旦的模样，赌一把又何妨呢？等待猎物上钩的同时，大哥不得先说还有工作要做，而为了取得他的信任，不管3七21，先跟上去再说。我准备这边跟你斗三工啊！哦，这这，你这边，我这洗好了，我洗好了，安怎洗？恁两位洗好了。哦，往下面集中啊！啊，大哥，这是什么虾？啊，这白虾。这白虾哦，啊，咱抓这要创啥？我拢靠这食饭的呢。来，观众看一下啦。哦，活跳跳呢，这一斤偌济？现在俺在温啊吼，在温啊，一斤到834块，一斤834块。有，阿弟啊，在温啊肯定不敢啊吼。啊，你说你直接买要，就可以卖130、140了。对，活跳跳哎，活动力超强的，这就是白虾哦。你家己饲，阿弟用饲啥？我这种是300二，而且随放晒，我就这。白虾架，哎，真功力安有阿弟，等于就是一个食物链呐。有，用饲料养丝木鱼，啊，丝木鱼排放的便便就是给这个白虾。白虾架，按时间看白虾价不高，价格一饲料品有我了，嗯，食到饱了，迄条乌船哦，乌船底哦，嘿，食到饱，嘿，食到饱，啊，了后品有哦，嗯，这个小饱，啊，迄不是拢迄落。婆婆妈妈啦，迄筋啊，要食拢爱把迄挑起来吼。对啊。啊，然后这条筋就是表示讲这虾子有食饱。应该食较饱。无食饱就无一条乌筋。啊，要看迄个虾子吼，有成功无成功哦？你看者，伊卡卡崩吼。嘿。你有感觉定定无？有。定定就是健康。这个健康。软软就是无健康。啊，你搁第二、第三点哦。嗯。啊，你去看这手。手。
因为手来红红哦，较红的哦，这个是较养养生，较健康，较健康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也是教导一些婆婆妈妈，如果上市场要买白虾，怎么挑选虾子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看过这巧的主持人吗？哦，就看这款，就这丢嘛。我把你丢啊，教你那个这样的想法来。啊，你我认证啊，认证，认证啊，认证。OK， 最棒的外景主持人。OK， 搞定了，来，活跳跳的白虾经济效益较高，是目前北门的重要水产养殖物种之一。当地人还会饲养虱目鱼及无锅鱼，用鱼虾共存的混养方式，以达到生态的平衡。抓虾任务结束后，来去开奖喽！哇嘞，大哥的蟹笼居然空无一物哎！你紧张没啦？啊！我嘛是紧张嘞，我是外景男神，你认证的嘞？我是外景男神嘞！我头拄有看到伊遐有遐冒泡呢，安尼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会不会有收获？我到底是不是行脚来的水水哦水？而且还正在吃哎！啊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哎，别落去啊，别落去啊，没事，没事，水，哦哦哦哦哦。哇，这个好大只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我看看那个金马啦，金马哦，公的你看伊在讲哦，叫做大鸡。哦，较大颗公，较大颗公的。哇，伊遐手就大鸡的呢。哎呦哎呦，出来，伊会咬伊的手啦。我，伊要咬伊的手啦。怎么咧？你抓金马，我等我咬到，你要拜托我。厉害！虽然哦，我现在抓到了，但是他在整个讲解这个。紧骂的过程当中，他是手跟他是完全的接触哦，而且他那个螯已经，你也在那里刚背，好紧，哎听啦，好紧，哎呦，还有两个哎，进进的叫背，还有两个，咱讲的啦吼，伊这个包，个只包，伊盖住只包，一个毛，个烂，烂的伊唔是叫背。他在保护他，伊是甲保护，保护就是讲，不要学把只钢个怕，伊拢甲过掉嘞。啊，大哥，你对于这些生态其实是蛮了解的。对啊，阮专门咧，专门拢这对这螃蟹吼，阮有咧研究。好啊，现在我等下吼，阮阁有一项。阁有一项？诶，像我专门咧，我诶，算是讲上厉害啦。你可不可以甲我比了掉啊？像迄个，我出来掠只狗。两狗。除了海水底的之外，你还有办法去抓虎、抓狗？对，去哪里对抓狗？哎，来来海，海边有狗。3、2、1，陷进去已经陷到膝盖了。为什么要拍这个？就是因为它快失传了，我们的下一代快看不到了。不然你以为我们爱来啊？对不对，大哥？现在还有人会这个方式来抓吗？已经没有了，快失传了。我也快失传了，消失在行脚类主持的这个圈子里面了。谁可以看到在湿地里面居然还有狗可以抓？而且你看这个器具有没有？这嘛给我们失传了吧？这够有够有人会晓做会晓用？真这种无，这种你目前你可能无人会用。你看这个是大哥哦，自己用手弄竹子编的。早期呢还没有发展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啊。这个整个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全部都是用竹子编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东西要抓什么？就是要抓我们刚才讲，想说俩高。俩高。这个是弹涂椅，因为原来伊在手哦，在行哦，在跳啊，咱市内人会讲，啊像狗同款。好，我都讲啊，像俩高安尼。那你跟我们大家讲一下，哪一个洞都没有？这个没有啊，哪一个有？这个有。先点弹涂椅吼，这回调哦，你行落伊有两根，先边边啊无，有两根手，哦，啊你也发现无，这个叫手，伊手行还好，哦，伊头前无，看他的这个足迹就对了，伊行袂好，
北门过去被称为弹涂鱼的故乡，是在地人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。然而，市场需求量减少的状况下，使得这项技术逐渐失传，现在也只能靠人工来捕捉野生弹涂鱼。乔大哥放陷阱的动作做起来挺轻松的，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困难重重。然后更厉害的是，现在拿这台机器的人已经毁掉我们刚才大哥设下的陷阱。大哥只好过来把你那一个我们设的陷阱那个地方把它拿走。你不要这里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陷阱是长这样，你不要往陷阱里面踏。给你看一下，陷阱会有一根，这个是做记号用的塑胶，好不好？不要再沿着大哥设的陷阱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好不容易辛苦走到这里设陷阱，哦，那你看，只要一踩下去，它那个洞哦，有些洞就会冒水，有没有？对于初次体验抓弹涂鱼的我来说，完全不敢笑想能抓到。不过有30多年经验的陈大哥，就像表演轻功水上漂特技一样，来回穿梭自如。各位各位，好消息，我们已经有收获了。各位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已经看到有一个笼子里面哦。有动静了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已经上钩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难得的画面就是这里，然后这个打开就可以出来了。给观众朋友看一下，来，跑出来了，呀呀呀！他走了，呀！不要走，爸！他是我们今天的主角。好，我们千辛万苦就是要抓这个叫做蛤。俩蛤的蛤，大哥口中的蛤就是弹涂鱼啦。星点弹涂鱼，有星点，哎，真的，一点一点的，你看蓝色的星点，所以它叫星点弹涂鱼哦。而且它蓝色是荧光色的蓝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你我先买一双。妈呀！又走了。为什么它在我的手上就会跳，在你的不会？这就是我们千辛万苦要找的星点弹涂鱼。那大哥。哎，事隔大概5、6年，还有主持人愿意跟你出来出这样的外景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认证？王少伟，我个人认证。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得到陈大哥的认证。而他说，弹涂鱼又称海鲜界的威尔刚，特地煮了一桌让我进补。咱这弹涂鱼哦，用这边在加班，像咱手术后哦，还有你咱的。来吃这个点点吼，比多一个好。恁吃的不懂，较唔捌啦。唔捌。按这种这个摊头鱼哦，你要看哦，人家说你要看，像这种够水无哦。啊，伊阮安尼，伊这个鱼条拢伊这个土地哦，啊拢安尼整啊整，顺着伊的活动力强。活动力。我先喝这个汤头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有红枣跟枸杞跟姜丝。真的不错，很好。没有什么那个腥的味道哎哈。不会，很鲜呢。哎，下面刚好有贡鱼，哎呦，感觉它这个肉质很嫩。真的赞呢，你去看看啦。然后讲讲演绎的辛苦啊，吃看麦啊。我们千辛万苦，就是为了你。好啦，尝试看看。这个哦，喝汤的时候是清甜，可是闻起来它还是会有一个它的鱼本身的味道。很好，很好。哎呦，那赞！对，我觉得那个它的那个肉是把所有的这个调味的这个中药啊，这些味道全部都吸收在它的肉质上面，它肉本身就有一个香味。整桌道地的秋肉菜，不管是姜丝弹涂鱼汤还是弹涂鱼面线，简单的料理过程却有着不平凡的美味。在北门，仍有一群人还努力守护着这记忆里的味道。我由衷的希望这美味能够继续的飘香下去。全台湾不会看到这么敬业的团队，现在在马哥。拍这种题材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我身高180，所以我限到我的膝盖。我们的坤哥
身高190，所以他见到大腿，怎么办？但是我们还是哦，要想办法拍给观众没有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西非常辛苦，你拍一下大家好不好？先看看有没有。这是我们的导演已经现，他在走下去，他会跟唐突鱼抢他们居住的地方。